我第二块，我喜欢这样的笑，对，别磨磨唧唧，弹射好吗？就他真的在奔跑，你看他咚咚咚咚，假装踏得很沉，然后就走了。好，哎，林凡会不会他歘一下全部撕下来？谁？ 你不要安慰我，这不是，你不要安慰我。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个那案组现在配置很高嘛，就是大家都很强，有重音哈，就配置很高。然后因为我学舞比较慢，就之前在公司训练都是属于那种很慢的类型，然后这个队伍是高效率的类型。哇，我在干嘛呀？ 第5名就是来自 TOV 的林凡，因为我其实内心也有狮子的一面的，就是内心最真实的那种想法去判断这首歌嘛，不可能就是为了私心想留着，就明明自己不是第一个狮子要把自己写在第一个，不能再哭了，天哪！哦，别安慰我，安慰我会想哭的。你拿个纸吧。我没有掉出来，还不算哭，就说擦汗。 擦脸，哎，这个隐形眼镜太卡了，就是随时准备帮你接这个隐形眼镜。哎，太残忍了，你们这个环节真的，漂亮，残忍无比。就现在就是难过一会儿，然后你一会儿要去。对对对对对，我等一会儿要满脸笑容的进去，也不用满脸笑容，我觉得你就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非常的不看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去吧去吧，对对对，去战斗吧。其实我本来想祝福你们得第一名的，但是我都要走呢，我还是祝福你们得第二名。好，拜拜拜拜，我走了。好，拜。就这样，走走，一起走，一起走，我。哎，我为什么我进来你们被吓成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你们仨。 啊，你们是不是刚哭过？5个人里面3个幸运的宠儿，因为我们可以学。我也觉得少儿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练、锻炼、意志力、耐力，对，好样的。然后你们看一下那个副歌那块儿，好嘞，就一会儿简单。还要展示啊？有点吓人了，突然不敢嬉皮笑脸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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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幸运的宠儿们。天哪，这么难吗？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练、锻炼、意志力、耐力。剪掉，这段剪掉。My heart is waiting for you. 就是其实今天那个啥，我们说会发表的时候，就是坤制作人说。 林凡，你觉得你甜吗？我说我可以更甜，结果我就真的来了。<笑>我现在就必须得真的更甜，这就是预兆，预兆。坤制作人早就告诉我了，你就会去潇潇，所以你在那儿选什么呢？牛什么呢？你在那儿、哎、难过什么呢？是吧？都知道了吧？话不可以乱说。是的。耶，欢迎欢迎。 你们两个有能够唱高音的人吗？这是 vocal 比较难的，虚，还可以，还最高就这，还差一个。多人的换声区，所以需要声音。他会为了团队去牺牲，而且。悄悄。 You did really, really great. 非常好，你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上场之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把每一个人这样夸一遍，这样就自信心爆棚。你们觉得呢？对。我觉得你是可以成为那个带领大家的人。好，我们是悄悄7+7。哇。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TOV 的林凡和胡杏。
来做。谁写下了心动无名星透进粉红色油桶 Oh why 夜晚下都是淡漠内心活动这秘密心事像一抹绯红听你最后到你枕边说先晚安在十二点钟我们会不会相遇在亲吻的梦我的喜欢像萤火虫闪烁在说不出口的内心独白也像贝壳里爱藏着柔软感觉还平面的蔚蓝你这道阳光在心上不光蓝蓝我的宇宙每个地球都下都因为你打乱了节奏春天落叶就开花这片雪芽都发芽到你前面说声晚安在十二点钟我们会不会像你在亲吻的梦我的喜欢像萤火虫闪烁在无尽亲身制作人们帮我们选了悄悄这首歌来代表我们十四个人来完成这一首歌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谢谢我来帮你们剪衣服剩下右旋小朋友